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蝦爬仔。发现最近出了很多飲飲食食的片，是时候出一条深圳好去处。今天找到的地方是小路仔和大小路的天堂，已经不可以用玩具店来到形容。这里是一个玩具仓库，最惊人的是他们的玩具是可以做到半价，有大家熟悉的品牌。针对 BB、小朋友、女孩子、男孩子的玩具都应有尽有，细件玩具不啱你的话，这些坐得入去的车仔相信都是很多大小路的 dream。 益智类、拼凑类，一些启发性的玩具都有。同时间这里都找到很多的文具。不知不觉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两个钟，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玩具仓库究竟收埋在哪一个地方，就快点 subscribe 蝦爬仔这个 channel， 按埋 like 和 share， 有好东西就齐齐分享。同片头讲的一样，回深圳饮饮食食多都要找些地方行下消磨下时间的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玩具仓，它的位置就是位于地铁五号线红狼北站。对这个站有些陌生的话呢都不紧要，这个蝦爬仔的路线图就分享给大家。去到红狼北站出波出口，只要一路向前行，见到这间三毛沙窝粥，然后转右，目的地就收埋了在这个红音大厦。果然这些的仓库都是收埋在工厂大厦入面。上到去三楼，就来到这个的黄钻玩具新安仓。入到去见到琳琅满目的货架，真是不知道由哪里看起先。所以呢，我就整理了一下，尽能力拍摄更多的玩具和价钱，给大家作个参考。讲到明先，这一条片并不是广告片，我们都是想发掘一个好地方给爱玩具之人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虽然这里的货架很多，它也没有很清楚地分类玩具区域，不过大部分相同的东西它们都是摆放一起，所以都不难找。每一排的货架都会有列明这个货架是几多折，当日我们见到最低其实半价都有，而大部分都是做六折七折，所以接住下来的片段大家可以看回每盒玩具上面的价钱标签，乘回七折左右就最稳阵。先来看看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品牌玩具， LEGO、 Bandai、 Marvel 全部都很容易找到。之后分享一下我觉得最正的大型玩具，坐得上去的车仔，一大座的玩具厨房，另外音乐和运动类的都会找到。以下的片段又给大家参考一下先。我的朋友平时最有储开 Tomica 车仔，所以这一片区域我就交给他拍摄。
除了这些小车仔之外，大格啲都有，而且我见到的种类都很多，货车、垃圾车、消防车、越野车。如果你跟他一样咁喜欢看车仔的话，在这里你都应该会花很多时间。除了车之外，很多男仔都喜欢的射击游戏、遥控玩具，还有超人系列，交给大家慢慢看。女孩子一样会当这里是天堂，帮公仔扮靓靓的玩具，种类真的超级多，还有一些是整首饰、开店铺或者是种植类的玩具，看落我都好想玩。如果作为家长的话，都不用担心，这里都有些你们可能会喜欢的玩具，例如这些要砌的玩具，还有益智类、启发性的类别，可以帮手小朋友的成长，不如大家又看看。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又怎么办呢？这里可以找到毛公仔，还有一些很适合 BB 的玩具，不如又看看合不合你心水。最后这里都还找到一些文具和解压类的玩具。以上就是我们今次走这个黄钻玩具仓拍到的小部分，因为这里实在太大，真的不能进入。如果你家有小路，又或者你自己和身边有个大小路的话，这里都是一个挺好的深圳好去处。其实这里都有一个所谓的特价区域，不过我们拿上手看，这款式就不太吸引，走回出面的货架就更好一点。希望大家喜欢夏爬仔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会继续努力
发掘更多好去处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